宋认识的哥哥竟邀请了 SES 的 Pada、Wonder Girls 的仙翼以及 Queen on Pop 昭玉做客。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曾是一二三代女团成员，目前都已经结婚生子了。仙翼在节目中透露自己24岁就结婚，随后便淡出演艺圈。虽然能理解粉丝们希望自己喜欢的 idol 一直保有闪耀瞬间的心情，但当时没有管道能和歌迷们互动，所以直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对不起粉丝。经历了10年的空白期后，他于去年发行新作品，重新与歌迷们见面，令他觉得很感谢，也希望未来能和粉丝们继续交换好的能量。节目播出后，粉丝们纷纷直呼 idol 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看到仙翼幸福美满的样子，都很替他感到开心呢。